大家好，我是蓝心面，之前呢叫做蓝面，我们开 TV 的朋友 ，Hello。小怪癖的话，其实我有很多小怪癖，我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小怪癖哦，比如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会知道，就是我很喜欢 talking about， 就是我喜欢聊天，然后喜欢跟人一直在说话，然后就是可能我话比较多，然后我可以就是跟我的马吉，跟我的最好的姐妹啊朋友 friend 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可以彻夜不眠然后跟他聊天，就是总有聊不完的话题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打电话的时候最起码都是3小时起步的那种煲电话粥。对，然后还有其他的怪癖啊，就是我前面也说过，我好像生活里面特别喜欢做计划，然后做 plan A 然后 plan B， 做那种大量的 schedule， 然后包括我之前就旅游的时候我要穿什么衣服，我今天穿就是第一天旅游第一天穿什么衣服，第二天穿什么衣服，我都会把那个衣服的图片，就是它可能是我可能是淘宝上的，可能是那个网，就是网上或者是那种官网旗舰店里的一些图片，我就放在那个 schedule 里面，做那个计划，鞋子要搭配什么，就很夸张，我自己就喜欢做些东西，然后我自己在做些 schedule 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啊，很充实，那种感觉很充实。